林子说一说这一年的感受吧。我哥现在怎么说话口头有点变了啊？两年你哥喂马了，往马方向走了是吧？开始。反正确实是我这一年其实也是没有干什么正经事儿，因为自打这个离开了大家之后呢，我也是茶不思饭不想，孤孤单单冷冷清清，捆捆牢牢凄凄凉凉，独自一个人，我就不往后唱了啊。尤其这次来之前，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。鬼才信！新巴掌。OK， 非常不错呢。这个怎么来了一位新主播？好多 DJ 回来都是这样吗？OK， 非常不错。那我们看看第一个问题，将由雪晴给到。那么请问你觉得你的离开对这个节目有什么影响吗？好犀利，上来就这么犀利。我觉得我不来可能会引起腾讯视频股价的下跌。太不要脸了。哎呀，玩笑了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。大家对于去年那个第一次你来到六五零时候是什么感觉？我先说吧。哎，因为我和你们几个不太一样，你们是一开始就非常抱团，你们一开始孤立我，你们不带我玩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一季我不来这个节目的很重要的原因。看透了人性。但是我很感谢哥哥姐姐能给我这个机会，能加入你们，哪怕只是在旁边看着，我其实也感觉到家的温暖。快点，不给他煽情。耶、yeah, 嗨起来。OK， 回来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:28。龙哥真是一个非常有时间观念的人。来辣木稍微回忆一下，稍微走点心。对，辣木，对，我觉得让我最难忘的时刻呢，就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我们几个一起步履蹒跚地走到了六五零电台。望着那些满屋的装修材料，那是这样吧，就是咱就白道没有一个人愿意动手，人生就是凑合，都在那儿比谁懒。在那天呢，我确实就是心里很触动，因为确实没有人愿意干那个活。然后我跟大林，我们俩我的聊天。以前从没发现汪苏泷这么爱干活，我感觉啊，他忘本了。其实偷懒是最难的。来，台长，然后我就行。是辣了，是辣一个人，我是辣一个人，用他最矮小的身躯跳起了最沉的担子，然后拉着我心里在那飞的走啊。这是我在六五零最难忘的时间，他教会了我没活就不要硬干，教会了我们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什么玩意儿？那他们也确实就在那儿胡扯了，也确实有点太胡扯了，有点这开心。差不多，我觉得咱们稍微有点营养行不行？其实我觉得六五零感觉就好像我们四个人在那儿胡闹，真是完全就是胡闹。其实可以有一些新的直播形式哈。对未来的各种焦虑，扣扣扣，那一刻，哎，这儿不让钓鱼啊！哒哒哒哒，好
好生动啊，这个电台海边人太多了，我们实在是好吵啊。他们仨四个真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他们好会说话、我好羡慕啊。今天我们还是聊聊主题啊。今天我们的主题呢，刚才那不是主题。今天的主题呢，因为也算是我们第二季的第一次开播，那么咱们就是说，对今年的650 Radio 大家有什么展望？哎，我有个好主意，关于台长说650的展望、我们再办一次开业怎么样？重章开业，就把去年的一切咱们都再整一次，一毛一样。你得换个人，那个之前写那个词儿什么的，哎呀，对呀，得重写了。不是，你还这个词儿，你就把名儿改下去了。你想那个穿那个围裙的女魔头换个谁呀、换成雪儿姐。这我们也有贡献值啊，遛孩子。前面那帮人肯定会羡慕死。把那个桃花坞第一大好人换成费启明。你现在就开始做吗？对啊，我觉得大家溜达完了回来的差不多可以吃的，加一点吧，不然不够。算了啊，你尝一口。好吃了。真的是有机王子，这回是有机王子。有机王子就是王传君。哎呀，天天种菜的还不是有机王子吗？其实我一脚一个坑都可以种菜了。哎，谁在里面呢？啊，川军哥，应该是他。王哥，王哥天天就哥哥晒秃噜皮了，整这个地呀、啊。我昨天现在喝了呢，晒痛红。哎，这些都能找着哈，着还有哪些人是？这季有那个哎那个搞缝纫的吗？这一季好像还没有。没有，就和缝纫相通的是。钢琴也都是、就都按工作，他也有脚。道理都是通的。嗯，是的。而且这一季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说这次大家这么多人住在一起，跟这么多人一起睡在一张大通铺上，有什么感觉？其实我自己个人来讲，我发现了我们男寝没有人打呼噜，真难得。但是女寝那边，我有时候半夜坐起来我就听，我说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哎，好安静。但他们都说有人打呼噜，你是不是你？你是没听见别人，别人都听见了你。原因找到了。打呼噜那个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打呼噜了，对不起大家了。那么你们呢？对于这种大通铺有什么感觉？其实我觉得大通铺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在于它可以让我们之间迅速的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。哎，因为真的是你可以看到他卸妆的样子，看他洗澡的样子，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床上，在通铺上洗澡吗？那不都洗澡池洗手间你跟进去了？打洗澡你上厕所你看着他，你就接我瞅眼。洗澡之后的样子，然后呢你知道我们在躺在床上在一起聊聊天儿、因为你躺在一张床上你不得不聊聊天的时候、可以真的可以迅速建立一些比较亲密的关系。 OK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话题，那么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本期的节目。这里依然是桃花坞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所有桃花坞的朋友们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我们下一季再见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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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一年没播这么垮了呢？哈，啊，我觉得今天很好啊。他们几个真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着呢，生生胡说了40来分钟，让我听得实在太难受了。你想找他们 battle 一下吗？可以啊，下回去砸他们场子。我觉得咱们说要比他们说好多了，真的。太单一，没有话题，没有方向。我觉得加入我的话，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。主要还是缺了我。